按住佛珠名嘛，这修道未当，把这心十二按住佛珠名，爱认识伊心性，伊体相用，伊属理，了解伊性诶，本来就空性诶啊，哪里一切法不空啊？哪里性不空啊？一切法拢是空性，一切性拢总是空性。哦，诸法空性，法法如果由心所起啊，所以第一关呢，你做歹代志来讲，杀盗淫妄，拢总由性所起作用。啊，大家呢，弃之不弃啊，当处即静啊。如果大家正常的事，忽然要断掉你所有的念头呢？你时间再来，你自然久了后就未去动这念头啊！哦，卖讲杀到淫妄啊！哦，念念有心机啦，一切善法，慈悲以下，恭敬说法，对一个念头，对一个法，会当离开心性呢？未当离开心。是我先人接着上称信说法，我先说法，一切法能度众生。哦，啊，度众生念念有心机，有心机的一切法当初是真正的，所以唔免的过一个断掉，了解自我的空性，本性无我。所以到这时阵来了解自己的面目，念念有心计，念念该空性，